这集是教大家如何把美术作品融入戏剧当中，借由着电梯来让大家认识美术馆。一到三楼是展览室，四楼则是行政区，五楼则是质感咖啡厅。这间咖啡厅叫做南美春室，以天空公园的意象来打造此空间，让阳光穿透玻璃屋来形成自然的灯光。若没有要用餐，也可以在旁边的展台设计来参观。美术馆这边也提供一个像石头的画笔，每个石头都可以画出不同颜色哦。接下来看看我们如何把戏剧融入美术作品当中。妈，我阿玲啊，你寄来替我运工啥已经够啊，感谢啦。气象该运好空气，十八当人阳气散散散散散。取向，当我们为生活切片，每一项创作作品都将连接我们生活的体验。快来美术馆体验你的日常生活。